的，这边依然有杀生。昨天我们叫一条河叫鳗鱼河，哇，有人在杀鳗鱼啊，所以有人在生病。荷兰一定有人安乐死了啊，或是车祸，或是过去战争死亡的。那我要如何帮助荷兰所有负面的事情转为正面，在痛苦的变成快乐？那你要达到这样，你要有一个极静的心态，你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力量，帮助对方。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叫菩提心啊，愿帮助众生，愿成佛的心。但是这个菩提心呢，那你必须要有绝对的空性，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啊。那所以大乘的空性跟解脱道的空性完全不一样啊。大乘的空就是没有自私，不为自己。什么叫大乘？一切为对方，一切为众生。各位要注意啊，哪一天你出家了，经营道场，我希望我道场越盖越好，信徒越来越多，这也不是慈悲啊，因为你还有一个，我希望我的道场好。那空性的意思是，我希望天主教、基督教各种宗教都能够先得到他们的快乐，进一步呢能够得到救济。你要把他们的事成为你的责任，这叫大乘。不能只关心自己，所以永远要记住。比如说，各位你开始修大乘佛教，你现在各位有谈恋爱，有先生有太太，你一直想到说他要对我好，或是我想要抓住他。那你又离开大乘了啊，因为你又想到你自己了。你要想的是，我如何让他现在快乐、未来快乐、就近解脱？我跟他在一起，或是我生这个小孩，是要让他解脱成佛的，不是我要来送他去哪里读书，拿了博士，让他一辈子不缺钱，不缺钱反而造更大的恶业啊！为了拿到那个博士，奋斗的要死。所以，你拿到一个学位，却失去了自己的慈悲心跟佛性，那浪费啊！如果你用慈悲心去读书，你用慈悲心去做医生，你用慈悲心去做企业管理，那还有道理。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一般都是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权利、自己的福利，那这个叫，这个你要修禅修了。所谓禅修是，我不能有为自己的想法。我一切要为这个世界、国家。所以下回各位进关口的时候，不管你到哪一个国家，都要问你：你来这边干嘛？我要来奉献的，我要来慈悲的，我要来帮助的。啊，你的心态有这个心态，事实上你不用讲出来。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个很好的人来帮你。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就像我以前在跑监狱哦。我以前不会开车，那我刚出家几年，我就开始跑，一直跑监狱。那监狱有军人监狱啊、一般监狱啊、少年监狱，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我又不会开车，那我只能叫计程车，对不对？坐公车也不行啊。但是我发觉奇怪，我那时候就感应，我每次要去监狱了，坐的计程车都不跟我收费的。他们就问我说：“师傅，你要去哪里？”我去。那个看守所，你为什么要看守所？没有啊，我去那边跟他们聊一聊。哦，好喂，师傅，我载你去。那你要里面讲到几点？我可能要2个钟头，我在外面等你，还给我留电话。师傅，你下回哦要去一定要找我。奇怪，你又发觉碰到很多好人了。所以我自己就感应哦，原来每次我要去做好事的时候啊，哎，就会有好报啊。原来我的心态，所以。永远永远要记住，比如说我跑到一家眼镜店，我去选我的眼镜，哎，那还是个私心。你要开始改变观念，我要去开眼镜店，我希望这个眼镜店赚钱，这个老板得到我们的功德，希望他的眼镜呢，让每个人配起来呢度数都不会增加啊。你要有这个利他的心，这个叫修行。往往你用这个最好的心态，你会到了一个。对你最好的老板，找出1000副眼镜里面就这一副适合你戴，配出最好的度数。所以这个就是修行，修行是你要开始改变，不要为自己。
佛法的整个精髓分这两方面来调伏自我，就把这个我压到底，不要凸显自己，因为就根本没有我这个东西存在。刚刚分析过，这个我不过是这些肉体的、感情的、心态的，叫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对不对？这个我不能够离开太阳、空气，所以没有单独的我存。所以你不要想自己，所有的痛苦来自于自我中心。我的身体，我的爱情，我的事业，我的签证，我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是生命的敌人，这个是我们学佛最大的福报。居然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在凸显这个我，我得博士了，我的国家，我的宗教，我的儿女，偏偏每个人都在完成这个我。那偏偏佛教呢，念一下无我的智慧，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空性，无我的啊。所以佛教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各位一定要调伏自我。那这个我表现出来就是什么？贪嗔痴的烦恼。你说我喜欢的叫贪，所以各位你看到那个男生很喜欢，那贪的魔又来了。你看到那个境界很生气，哦，嗔的魔又来了。啊，今天你皮肤比较白，你傲慢的魔就来了。你有没有看到我？我还装的假睫毛，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很漂亮，你没看到？你看我穿上短的裤子，你还不看？啊，那各位你要小心哦，因为你不要一直习惯，你天天不念佛都在满足那个傲慢的我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很难的地方啊，因为每个人，所以为什么出家人要理个大光头，然后每个人穿的都一样啊？这就不会凸显那个我跑出来啊！如果一个出家人去贪财好色，人家就指指点点，对不对啊？所以，那各位这一点你要注意哦。佛教的第一个目标，调伏自我，消灭贪嗔痴，净化自我。你讲自净其意，你要把你的分别心把它净化掉，你不要用我想我不想啊。所以特别年轻，各位都会打电话给对方，我好想你哦。我想说你怎么不想佛陀呢？你不是想那些医院可怜的众生，你想我干嘛？但是这我爱你啊，所以我想你啊。你有没有想我？没有。我们要想的那些可怜的众生。所以第一个各位要调伏，所以你所有的痛苦都是觉得你有个我在痛苦。有些人痛苦到想要自杀，根本没有这个我，哪有我的痛苦的两个字呢？所以各位这一点你要思维佛法，修空性，调伏自我，消灭贪嗔痴。第二个要做的是什么？来普度众生。对，不但没有自私的爱，却要变成一个平等大慈大悲的悲愿，慈悲愿力。我要让所有人类都离苦，我要让所有六道众生都成佛离苦。你要发展这个，简单的说，自私的感情变成一种平等的大爱跟悲心，那谁能够圆满这个任务？佛陀。所以我要成佛，谁都可以成佛。各位要记住，念一下：众生皆可成佛，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你不用去外面找，佛性本具足，六祖坛经讲了，只是你如何开发它。所以我想各位愿意到欧洲来喝的人，你有你追求的目标，但是希望你这个追求是一个正确的，而不是不要苦海无边啊，一直往外追求，最后你还不是回家啊？所以他叫我们回头是岸，这个回头不是我回老家，我们叫出家人，就是回到你的空性慈悲心，而不要回到你的欲望自我满足。如果你这样，你会一辈子很痛苦。所以这两个方面就是佛教的修行，在念时来调伏自我，普度众生，征服烦恼，承担众生啊。调伏自我就是智慧，承担众生是一种慈悲。那这两个圆满呢，就是成佛的意思了。Om Mani Padme Hum， 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个方向各位要抓住。
那如果你现在有痛苦，这也是很好修行的方法，因为这个痛苦的因从哪里来，你利用这个痛苦去解决它。这个痛苦的因，那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我，这个无明，然后因为无明起了烦恼，贪嗔痴造的业，那这个业现在让我脚断掉，这个业让我眼睛瞎掉，这个业让我被老公欺负，不管什么业都有各种的业报，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喝酒，这个每个人的业就造成自己的命运。所以各位要脱离这个业的障碍，我们只有积善业，不造恶业。念一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所以命运决定在我们的业，这个业就是他们叫karma，身体的业、嘴巴的业、心态的业。你为什么唱歌那么难听？你爱骂人吗？啊，你为什么讲话人家听不下去？因为你爱批评讲别人是非嘛。你为什么口才这么不好？因为你爱骗人嘛。所以每个人的业啊，你为什么讲话的时候对方跑掉？因为你骂过父母，骂过老师啊。所以每个人的业不一样。你为什么眼睛这么漂亮？因为你眼睛不瞪人家嘛，多用漂亮的花庄严的，让这个世界 很美。我觉得来荷兰，荷兰有个好处，花好美，花好美啊，很特别啊。因为我刚从英国过来，在英国的感觉跟荷兰的感觉不一样。下一站要去德国，这叫要拉紧，要保持警戒了。啊，德国给我的感觉也有一点压力啊，所以但荷兰很安详，因为大家念下来，尊重环保，尊重自然啊，就是说就在这种原始的环境里面。不要破坏原始的环境，那自己也可以住一个漂亮的房子啊，而不见得太把它人工化，太把它啊，所以在这一点尊重。所以呢，我想各位你能够到全世界跑一跑，全世界的优点你都要学。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宗教，你都要去学习啊。你不能说我是佛教徒，我干嘛了解天主、基督教、印度教？那你不慈悲，你讲这种话不太慈悲啊！因为佛教是普度众生，不是普度佛教啊，是所有的生命，他想要得到快乐，他要升天，那你要告诉他真正升天的方法；他要发财，你告诉他发财的方法；等他升天了、发财了、健康了，进一步告诉他解脱、不要痛苦的方法。进一步告诉他一起成佛享受生命圆满的力量的方法。所以基督教可以成佛，天主教可以成佛，佛教也可以成佛啊，道教也可以成佛。为什么？念一下，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但成佛不是坐在那边，而是你要创造因缘成佛，那你要发菩提心，修波罗蜜还可以成佛。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边，我刚刚要各位写这么多牌位，那这些往生者，如果你帮他写牌位这个念头，他就可以吸收到我们现在在聊天的内容。因为我们是保持一个在思维真理，在讨论帮助众生的方法，这样对他会不会超度？会超度，因为他心态平静了。所以各位现在刚刚在听我讲，你就会忘了你的烦恼，甚至你会生气惭愧心，哦，我这么爱漂亮，好像我错了啊，我欲望这么强，嗯，可能我错了，这个就是一个功德哎啊，所以你就开始改变你自己了。而且如果你决定了，好吧，听法师这么说，以后不要骂人了，你的喉咙痛就好了啊，以后我不要再这么急躁了，哎，你的肝胆就好了啊，以后我可能多吃一点素啊，不要脾气不好了，你的心脏又慢慢恢复了。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心态啊，但是这个心态各位要祈求佛菩萨的加持。我们想做到但是做不到啊，怎么办？赶快念佛，赶快持咒，赶快诵经，赶快禅修，各种方法都可以吧。
只是禅修它比较容易面对自己。但是如果你很喜欢禅修又不行，外面众生那么苦，你要去帮助他。如果一个人打坐禅修念经，只是在为自己的安静或成就，我希望我得到什么，我得到什么，我要修10000遍、20000遍，我将来我就可以得到什么？这个你不是大乘佛教，因为你在想的是自己的成就。大乘佛教的一个基本念下来，不舍弃众生，不离开悲心。记住哦，大乘佛教修行是你一手拉着众生的苦，你要拉着，你不能放手说放手我来打坐，不行。所以我要各位刚刚先写牌位写在那边，众生苦我们写好，我们那个大本的是堕胎胎儿，那里面有1600万被堕胎的小孩子的苦在那边。所以地球永远在转，那个地球永远在变化，生老病死，天气一直在变化。那你要一直想着他，不离开他们，因为不离开悲心，所以我在念经；不离开悲心，所以我在打坐；不离开悲心，所以我在供花。这个叫大乘佛教。如果我先把放那边，我来念佛，我来持咒，我来闭关，那这个你已经为了追求自己，因为别人闭关我也要闭关，别人持咒我也要持咒，别人考上那个阶段我也要考上那个阶段，那你就离开了慈悲心。不叫大乘佛教。所以我很喜欢讲叫半工半读，就各位在就说你不得不去工作，因为你不去工作你就没有钱缴学费，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慈悲，但是在慈悲的过程又有智慧的分析，这样可以也从不断的去慈悲去增加你帮助众生的经验，就像你是个老护士、老医生、老司机啊。这个老司机不是一天天天在那边打坐看佛经你就会开车的，对，你是半工半读，边开车又边研究，然后怎么去做得更好。就像我们今天没有做前置作业啊，如果因为我们忙嘛，先来开车一下，这路怎么走，对不对？那怎么联络啊？因为第一次嘛，所以但是禅修是你很多事情要问得很清楚。好，所以我想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等一下要用五斋啊，但是基本上像我这个想法不是在说法，我已经这是我的心念，我只是透过语言讲出来而已。所以但是要让这个佛法变成你的念头，你不要再用你的想法了你要开始练习哦。所以征服自己是最困难的。有一句话，在战场上战胜百千万军队的人还不如一个战胜自己的人所以各位你要开始练习，先找出自己的缺点。如果各位你要开始修行，偶尔你回到家乡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他要看到你有没有改变。你这次回来会洗碗喽，比较笑喽，讲话比较温柔了，比较体贴喽，比较细心喽。那这样对，你不能说你看我带回来法国香水，那有什么用吗？所以因为你的父母并不知道你有钱，而是看到你的改变。你现在心态心情比较好了而且你还可以影响他们。所以那在这一点各位要经常回光返照，就是孔子讲了吾日三省吾身，对不对？我一天至少3遍反省自己我的缺点。所以各位，我希望各位学大乘佛教，你要摆个镜子，讲话、眼神、心态。像我经常在录影，我不得不被录影，但是这个录影也是直播的，所以我必须很注意我的言行眼神，而且我讲错一句话来不及后悔的因为已经播出去了但是虽然别人有人不能够认同你某一些事情，像我很喜欢施食，这两天台湾报纸又在说了海涛法师是英国混牧区就侵犯到别人的宗教，没有这个意思，佛教普度众生嘛，这边是华人魂目念一念，西方人魂目也要念一念
啊，佛法是超越宗教的，对不对？但是社会有少数人不能认同你，没关系，有机会多回向给他，希望哪一天他也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但是你不能为了这个事情生气不满，而且反击对方，千万不行哦！各位永远记住，学佛的基本的 ahimsa 就是永远不伤害对方，永远不攻击对方。啊，就算你把我杀了，在《金刚经》里面，你把我砍成肉酱了，我依然把功德回向给你，希望将来你可以离苦。真的，我成佛，我第一个要度你，因为你砍我、杀我、批评我的缘。那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以前你还没学佛，觉得我很不满，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我又没做错，我想要反击他。那你要掉落这种陷阱了，那更可怕，你把事情搞得很糟糕了。所以各位，以后不管你在做任何的善事，而且这个善事不是你的想法，我们是按照佛经的真理，因为我们皈依三宝了，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啊，是最究竟的。那你这样，譬如说你吃素，很多人会反对你，有一百个理由反对你，你不能退转，你还是要坚定，坚定，而且吃素，而且吃得很健康。如果你的心态吃素 的动机很正确，是为了慈悲心，啊，为了保留慈悲心，因为众生都是父母啊，为了我们他直接间接被杀，所以包括现在很多观念已经很新潮了，连牛奶都不喝，哎呦，因为知道母牛的苦了。连鸡蛋都不吃，因为知道母鸡、小公鸡被杀的苦啊！现在有网络，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你的理由很正确。所以你吃东西也要有慈悲心，有慈悲心吃东西，那你自然会吃素。如果你不是了解这个道理，一般人会觉得吃素没健康、不营养、太迷信啊，他会给你一百个理由。但是你吃素都吃了，你干嘛跟这个反对你的人吵架？你不是不慈悲吗？啊，所谓吃素是为了平等，一个培养一个平等的悲心，骂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慈悲啊。你不能心里嘀嘀咕咕了，你也嘀嘀咕咕，对方也高兴啊，我就要趁你嘀嘀咕咕攻击你啊。所以那你如何保持一个永恒的慈悲，这个叫修行。而且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骂，只是呢佛法这个道理宣扬的不够，这样而已啊。如何用更好的现代的方法让更多人了解哦，吃素的意义、出家的意义、打坐的意义，那我想这个是佛教的目标。好，我们先回向一下，大家用用五斋，下午呢我们继续讨论，也各位也可以问格西问题，那这我们你们可以多写牌位来跟我念。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好，大家休息用斋，阿弥陀佛。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丹的琴护理师，这回来看照顾陪伴病人期间，一定要遵守的五大原则。第一，
每天量测体温，照顾到陪伴前有发烧还是嗽的呼吸道症头，请暂停照顾，赶紧看医生。第二，全程正确挂嘴安，避免嘴内传染。第三，确实双手的卫生，确实洗手的五个时机。若接触病人的前后，请照正确的洗手步数，保持双手清洁。第四，食饭的时阵唔通讲话，防止嘴内喷伫个食物顶端。第五，平常时唔好甲伤侪人甲做伙，避免密闭或是人侪的场所聚会。为往生有障碍的老人礼拜三用甜的饼或糖供佛，祈求往生无障碍。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圣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